眼前这个身材十分哇塞的女人竟然被自己心爱的老公亲手送进监狱，但就算是明天就要执行枪决，她的脸上也看不出丝毫的慌张，因为在进来之前她就制定了完美的越狱计划。等她的老公走后不久，女人便开始盯着头顶上的通风口吹起口哨。只见一公里之外原本平白无奇的混凝土地面突然出现无数颗钢弹，他们整齐划一顺着声音的方向不停地奔走，因为体积不到毫米，在经过监狱走廊时也没有引起他人的发现。而当所有钢弹经过最后一处楼梯时直接聚成四排，很快他们便来到女人监狱的外墙，慢慢堆起人墙，而一切的计划就在女人的掌握之中。话音刚落，他赶紧躲进角落避免被波及，没想到这普通的钢弹竟然都是威力十足的炸弹，砰的一声就炸开了女人所在监狱的外墙，但巨大的爆炸声还是触发了监狱的警报，女人必须抓紧时间逃出去。但令女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表面上看似防御十分薄弱的监狱，其外围防越狱系统竟然如此恐怖。只见原本普通的绿草猛然间变成杀人的烈焰，非常生猛炸裂的一部科幻动作电影，建议老铁们去看看原片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